你要检举是吗？我会检举他。地上停车。然后呢？你要检举是吗？我会检举他。之前就知道说你有去跟他们反映说了。那我是真的是忍不住，就是很夸张这样子。讲什么？你讲嘛。我是故意的啦，目前通知双方当事人到所协助厘清事发经过，并依法处置。意向提升部分，可处新台币600至1200元罚锾。说罚单吧，你要检举是吗？我会检举他。